想要想要弄那么多关。第一段你来唱，你第一遍你唱，第二遍我来唱，对，是吧？谁唱的？交错。你要弹我就弹一个伴奏，你要弹你弹，没事，你弹无所谓，你这能坐十分钟，十分钟就行。我弹也，你要不弹我弹也可以。啊，你弹吧。会不会害怕？会不会？明白吧？那个 C 段，你让我跟你合吧，要不？你要我当时唱，我估计可能有点吃力。有点高是吧？嗯。那合也行，那也行，或者是那什么，你又跳舞的。我靠，绝对有。那个solo吧，你弹吧，你弹一弹，你弹，或者咱们仨不是写点一起弹一段，三个人别一起来发遍，来一段，我靠，那我得键盘solo了，你要想弹你就弹，行，那我就比较猛。知道找一个整拍的地方，你就要歇着，这样我们就都知道到哪儿接尾，是吧？你觉得呢，豆豆啊？没有，没问题。别没问题，你可以先把歌词写那一段，你要先背一下。我操！你回来，你一回头给我个眼神，我就直接就一个花儿。但是你别那什么，我看你的时候，你别马上就结尾。刚刚 solo 是不是有点长呗？比前面长吧？比哪个长？比上一段。没事。其实那这歌挺激动的，真挺激动的。我跟你说了吧，有点热血，挺好。情绪绝对在的。我知道，主要是那个咱们再排戏一下嘛，戏里面再戏多一下，现场会更好。其实，现场的话就更放得开。我要是弹四分音，我要 solo 的话，你我要不看你的话，就一直在弹。啊，我什么看你的？有可能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